我来，你要加油 ，BB 姐很厉害的。不行 ，BB 姐眼睛太大了，她看不清，她太强了，你当娱乐吧，宝贝。BB， 咱们组得翻盘了啊，对吧？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紧张吗？就这么紧张吗？天津噔噔，像东陵。哎，不能唱歌，这两个人可以抓走了。还没开始呢，白色不是还没亮。等等，我们头两把是白玩了吗？白色，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紧张。而且戴上这个眼镜，那个光一变，我看不清这个颜色了，是吧？眼镜的问题。不要再找我了，小飞。透明眼镜跟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跟眼镜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子，没说叫你黑的也行了。哦，这个颜色是紫色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分清。你都第三局了，我的意思是他好不容易亮一回，我要看一下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绿，哇，这算原来玩这游戏眼睛大好像有点优势。Baby 姐真的很快呀，打得真的很快。我要求能不能拍一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。哎呦，完了，我被小看了。进来吧，可以，来吧，我去。好。我们线上的好吧？好。哦，爸爸，噗，试一下，3、2、1。OK。我来。看来手还是不够长啊，新哥。不是，是我们的胯不够软，你看，已经极限了，再弄裤就该开了。你这个造型可以啊。哎，你俩往这一坐啊，我发现这个局势跟这个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了，就像西部牛奶，噔噔噔。现在唱歌把他抓走。我唱歌了刚才。抓走。我现在严重怀疑，有的人是故意在唱歌完成任务。这你都看出来了。这个人已经下一局不用参加了。原来是你。第一枪，